长真是小的，那你查一查。哎，这个走路的样子好像是有变化了。30秒到达战场，你是来吧？干死他！哎，坏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本来这波套路有了的，我你妈收抖了，惩戒差这来了，你说这？哎呦我，我真的是麻麻的。这都有了，妈手抖了，兄弟们，这也没放到蓝 buff， 这波就走吧，真的是尬住了。好，帮我扛了一下。改了，哎，真的改的现在好像还可以哦。改的还可以哦，兄弟们，这小龙虾。我要搞他，我要搞他，兄弟们，我要搞他。螳螂刷也比较慢。他大概率如果我没有被眼看到的话，他大概率不敢录我们上野区的。哎呦，这没打赢，多两把长剑。这没打赢吗？啊？你们两个过分了呀！哇，他们的组合多双长剑，虽然说少技能啊，但对面治疗都没有交，过分了。应该嘎了，我被眼看到了，所以他直接去了我蓝 buff 了。什么局啊？这钻石局，钻石局。下路这两兄弟确实很抽象了。这波为什么不拉开呢？我都到了，强行死了两个呀。真蛮抽象的，这两兄弟。我要是不抓他们下，这两个人已经 GG 了。
走吧，就这么帅，兄弟们，就是这么帅，没办法。 刷刷刷！ 都是人才，老中路还怪你非要去，我他妈服了！他满状态，自己他妈看半天螳螂在我野区不看地图，嗯，上路满血大招点燃一个不交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就死了，这他奶奶的！ 下路来吧，我操！走吧，不 C 不行啊，兄弟们。 等钱买双鞋吧。没事，我们会出手的。
拿草丛吧。这边红 buff 还在吗，兄弟们？都忘了。OK， 不在。 这太是人才了，这把确实大家都还那个，啊，没事，排到了我就注定是要赢的。 钓鱼执法，钓鱼执法。嗯，我这么短小吗？ 刚刚那波上不了，第一时间对面人少能上，后面那边老鼠卡马来了，确实不能上了，还是要冷静下去吧。虽然说卖了，但真的这必须得卖了。我是整个金门最长的人。 来点双刃，给兄弟们开个上链，是充分模式，大家没有我粉丝牌的可以唱一个双链，是抽个红包啊，抽个红包，然后就能获百分百获得我的粉丝牌了啊！大家没牌子可以卡一个，好吧，谢谢。从下往上把加点六只血清一下吧，也不要太多了。他妈还买了个这个什么东西啊？ 中午好，中午好，直接上票。